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good times. I've been sleeping through the long nights. I've been shining in the sunlight. I've been thinking how I'm alright. There's a reason for my feelings. There's a reason why I'm healing. Yeah, I feel higher than the ceiling. All because of you. You and I were so sweet, so sweet. Talk until we asleep, asleep. Every night I fall deep, fall deep in love. Yeah, but you really get me.请你要是现场的朋友可以去说分手。很嚣张。好，金矿跟铺满呢？商标。时代力量。团体。团体。标章，没错。好，有个没问各位，那个图是什么？像宗教的那一个图。是什么商标？好久不见，我刚刚3:10的时候下课，下完课之后呢，我就跑去学校的书局买了卡片，然后跟包装纸，就是因为我的朋友生日包礼物跟写卡片给他。我等到5:10的时候要去打扫，对，但我大概4:50就要出门了，因为还要走一段路。那我刚刚就是正在画我早上上的视觉与美学的课，就是要画那个缠绕图。对，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拍，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录我刚开始画的片段，但没关系，我想说就是一样画给大家看这样子，想说就记录那个时刻，就是我画画的那个时刻这样子。大概等等，就是大概在画几个东西，然后就可以把作业交出去了。刚还有去领了包裹，是一本书，那这本呢是全英文的 reading。那这个呢是我看卡纳分享的，就是他还蛮建议，就是如果之后有要考英文检定的，像是托福啊或者是雅思什么的，是可以去读看看这一本。那我买的等级是 B 的，就想说我先从 B 的先开始看好了，猪是最高等级的。那个就是
我还是一个初学者，所以我想说就是先来念念看 B 这样子。那我是在虾皮上面买的，对，那我觉得他就是那时候看卡纳分享的时候，我是觉得还不错，就是基本上都会考到一些像是有主题性的文章，像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科学啊，或者是一些会有专有名词出现的一些文章。那我想到就是像托福他们，就是像这本书的那个的类别，就会有比如说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就是会有这种科技、自然与科技的这种文章。对，但因为我想说我平常就是接触不到这种文章，所以我想说我就买了一本 reading 来看。对，那希望呢我真的就是买了这本书就一定要用它，那我希望我可以就是好好的念下去。那我晚上呢还要上托福的课，所以加油。是刚好跟你讲一下小心思吧。当你的衣服拿掉的时候，乌尔会搬到什么前面来，这是等一下我会教。Something to show. Same old places and faces of people with nowhere to go. But we're not like them, we are better, both you and I know. Grab your car keys and jacket, cause honey, we're ready to go.Get in the car and you'll drive. We're leaving tonight. Away from these streets and the cold buzz and neon lights. Been keeping our heads above water, struggling and striving. We ain't gonna turn back this time. We'll just keep driving.You've got one hand on my knee, one hand on the steering wheel, worlds passing by outside. The flickering light of the white lines in the corner of my eye. 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I'll never leave your side. The windows are rolled down, the radio's on.那我刚刚呢就是起床梳洗了一下，然后化了妆，然后我刚刚去买了早餐回来。那今天早餐就是吃这个三明治，是卡拉鸡腿三明治。就是因为我的课是9:10的，然后就是太晚了，就蛮多早餐都没了，就是现成的早餐都没了，就是除非要等啊，我怕我会来不及，所以我就不等了，那我就直接拿现成的三明治。对，那我等等吃饱就要去上课了。那今天上的课呢是 Photoshop 的课。
家，我已经到教室了。对，然后现在教室只有我一个人而已，所以我才敢拿出来录音。这是用一颗一颗三角形去拼成吗？还是什么六角形啊、菱形啊？哦，稍是这种东西的。哦，通常就去找一下主题大一点的，可能这个山就是找很大的，就是这座山。啊，如果你想要做到那么大，哦，基本上就不是，就是最简单的，我们先把椅子要坐对，哦，那你的功能都要调好，哦，这个该转座椅。Hello， 大家，现在的时间是1:55。那我现在呢，准备搭电梯到一楼去找我的直属学姐，好像有东西要给我这样子。哦，暂停一下，我回来了。我刚刚去找了我的直属，然后他送给我那个其中的欧趴饼干，我真的是超级感动的，而且里面真的是超级多零食的，就是有这个卡迪娜。那个小熊饼干、奇多、缤纷乐、哈啾，然后是葡萄口味的，还有这个那个叫什么乐事的洋芋片，哈啾的是那个水蜜桃口味的小卡片，谢谢。耶，谢谢学姐，超爱你，超爱你。Hello， 大家。我现在呢正在剪影片，对，正在剪就是这一周的 vlog， 然后用电脑，然后用平板剪，然后这边还有电绘板，刚刚忘记收了。对，那我等下来抽出我的桌子，好，真是太乱了。4:10的时候要去开班会，就去打扫，然后就没事情了。那晚上的时候要跟我男朋友去吃饭，没错。好，那我们就再接再厉，加油，不然我怕我会来不及上影片。对，好，加油。Hello， 大家，我现在呢从宿舍出来，然后正在往教室的路上，因为今天要开班会，对，所以我现在正赶去教室呢。To be the one you can trust. I feel so useless 'cause I let you down. I hope there's some way I can make it alright. 'Cause I know that you deserve much more than this. If you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I swear I'll try my best to always be there. And I起床的时候就赖床了30分钟再起来，对，但是呢我没有迟到哦，我还是有提早进教室的。好，那我现在就是要往教室的方向去了，那等等见，拜拜。第一个进教室的，走吧。我们来看一下7:10这个例子，这是可以让光线重叠。你每天都有。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做，就这一个，而且说 table 它就文字跟它方方的这个，都说把很多显示的东西，就是分这样一格一格的去
去把它放进去啦，哦。Hello， 我们下课了。然后等一下是上12点的课，对。Hello， 大家，我已经回来宿舍了。我跟大家说，一天当中最开心的事情就是从教室走回来宿舍，然后等一下可以休息，在宿舍休息的那段时间，真的是超级宝贵的。等一下，想说就来。弄个影片啊什么的，然后做素材，然后我还没吃早餐，然后还有什么事情，大概就这样。Running from all things at once without thinking twice. And I knew it would catch up and that we would be the ones left behind. The stories I've been told. Few moments later. 一番努力，就是我把我的桌子稍微的收拾了一下，对，给你们看一下。好。让大家来看一下，那我是用广角镜，就是这样比较放的比较远，也比较看得清楚。这边就是我刚刚整理的，就放我的化妆包啊，然后水壶，然后一些化妆棉，然后我的那个耳环的那个盒子，跟一些饼干、糖果，然后泡面。对，然后上面呢，这边就是放一些卫生棉，然后里面放一些杂物，彩色笔，然后还有课本那些的。然后上面这边就是放一些美术用具，跟这个是棉被啊，然后那个叫什么棉被，然后枕头、被子的一些袋子，我就放在这边。这是我的电脑包，然后帽子啊、卫生纸跟垃圾袋。然后这边有脸盆、镜子，然后护发乳跟盐巴。对，就是因为晚上我都会拿来漱口，所以我带一些盐巴、牙膏跟牙刷，然后洗衣精。对，然后这边就是很乱，这边还没整理好，先不要看这边。电脑啊，然后我的书，然后笔记本，还有我等一下要吃的泡面，大概就这样。这就是我的工作的地方。那因为刚刚这边全部都堆了杂物，我快看不下去，所以我就大概稍微整理一下。对，好，然后这边就先不管它，因为这边太多线了，就是这些线我都还没有想到要怎么处理，我就只有想到用那种集线器把它收集起来，可是还是一样太乱了。好，反正就是这样。然后我刚才在剪影片，那我现在呢要来先吃饭，因为等一下要上课。然后今天是吃那个泡面、手打面、寿喜烧牛，对，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吃吃看。OK， 好，就这样，拜拜，我要去吃午餐了，拜拜。我现在呢要来看那个《怪奇物语》Netflix 的影集，然后配着我的泡面，对，我的泡面。好，然后这个影集是原本我弟推荐我看的，但我原本没有想说要看，但是后来他一直推荐我，所以呢我就跑来看。那我现在已经看到第二季的第三集了，对，其实还不错啦，只是就是因为他那个那一面就是会有一些东西会跑出现，然后音效还蛮大声的，所以我有点害怕。对，好，不过还是很好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看。记得 tag 我的 YouTube 片。可以可以，我上次有帮你打广告，按你的追踪人数变多吗？有，真假的？多两个，多两个。好了好了，大家去订阅吉星的频道，大家也赶快看 Penny 的影片。啊，你要录镜吗 ？This part， 然后我呢？我敢。那你就嗨一下。可爱的大学同学，干嘛害羞？
然后上的是什么课？摄录影实物，拍照的，拍照的，解析电影的。嗯，但我都没在看，我都在睡觉。还看教？好了，我也差不多，没有啦，没有，拜拜，拜拜。心肺，看这里，心肺，心肺看这里，包肥看这里，嗨嗨，我叫你，你要录镜吗？好 ，Hello。哎，这个有插电哎，这个有电，酷哦，酷哦，棒哦。我以为怎么打开了呢？啊，这边这边。哎呦，开机了，开机了！哇，哎，没有记忆卡，怎么办呀？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好，重新。我要把相机传承给下一代喽。好，拜拜。同学，给你们看相机。对，那我就是这个声音，按下去之后啪一下，它没有起来，它就让它持续的曝光了大概十分钟左右。这就是壁画的优势，那你就可以得到一张，充满了新鬼的一个。照片，那当然，你如果要噔噔噔，秘境在草原，秘境，秘境，好热的天气，还好我们是在体育馆内上体育课。下礼拜教怎么说？下礼拜在外面啊？对，打排球。哇哩嘞，哇哩嘞，好，现在要过马路，我看到一波人类，所以我现在先把手机先收起来。嗨，说一声嗨！不要，要，让我一起剪接。我不要，我是疯女人。Traveling spirit, I've seen many shores, from the West Pacific to the island of Kenya. They treat me like a son anywhere I go, and even though no one can tell, I still feel that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I'm alone. Leave me stranded, I know how.
而且我每次因为几乎就是在同一栋上课，所以大家看到我的片段都是走同样的路，很好笑。好，拜拜，现在要去教室里面了。外面这一层破围圈，然后呢再继续怎么样执行，再执行回去。这个是一个人吧？一到一嘛，对不对？一一到一就好了。你会吗？因为我们过来是破围圈，那这个这一个人多少？我会，可以。一到二，有啊。那这一个呢？隐形型，一空白，隐形型。所以呢，第一个动作是不是先一空白？对不对？先解决问题哈。第二个呢，在意什么？在意信心，是这样就可以了。Hello， 大家，今天呢是礼拜五，然后我终于要回家了。那我刚刚已经整理好我的包包跟我的行李，那我家人会来学校接我，所以我就要回家了。终于，太想念家里了。好，那我们回家见，拜拜。现在呢，就是我刚洗完澡，然后也卸完妆，我现在就是整个大素颜，而且最近这两天就是生理期刚过，所以长了两颗大痘痘，对，很明显，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介意。先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今天早上去捐鞋子的心得。那三双鞋子都是我没有穿过的，是网购的嘛，因为寄到我这边的时候发现尺寸不对，那我也没有退换货，所以呢我想说就是原本要留给亲朋好友看有没有脚比较小或脚比较大的人可以穿，然后后来也没有，所以我想说就趁现在就可以把它捐出去。到现场我发现就是超级多人有非常有爱心，他们就是带了很多的衣服啊，不要穿的衣服，还有一些包包啊什么的都把它捐出去。我看到旁边就是堆满的用袋子装起来的那些物资，我准备要送到非洲去，我就觉得天啊，真的是超级感动的。我觉得台湾人真的是非常有爱心，大概就是这样。对，这就是我一个小小的一个心得。我下午呢就去了 IKEA， 就买了一些东西。那我想说，就顺便趁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个杯垫，它是两个包在一起的。对，再来是我买了这个，就是在前面的片段我有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 IKEA 这个食物的夹链袋非常的好用，我刚好最近也快用完了。这个花色呢我觉得很可爱，就是花花的，然后又是粉红色的，就很想买，就觉得很可爱。对，就是像有时候我可能没有吃完一些饼干啊或面包，就可以用这个袋子先保鲜起来。然后再来呢是我买了手机架或者是平板架，它总共有两个尺寸。那这个上面这个比较小一点，所以它是放手机的。那下面这个是比较厚的，所以就可以架平板什么的。对，我就买了一个手机架，一个碗。那这个碗呢，就是我觉得非常的好用。这也不是说好用，就是我觉得它就是颜色，第一个是我喜欢它的颜色，第二个是它的厚度，陶瓷的，然后我就觉得还不错，就买一个碗。我买了一个马克杯，那这个马克杯其实我之前就买一个，那我想说那个就放在家里，因为最近就是天气比较冷啊，就是可以开始泡热可可啊，或者是奶茶啊那种比较热的东西就可以用这个装。对，或者是我平常想要喝一点热水，就也可以用这个装。除尘纸吗？粘除尘纸嘛，其实我不太知道，就是那种，就是像我的宿舍那种床垫上面都会有一些灰尘或头发，那我想说就可以拿这个来清洁。对，然后我记得这个价钱超级便宜，好像才19块而已吧。之后
就是可以再买这种补充的。对，是我买了一个水壶，那这个水壶呢是我看 Audrey 他在英国的 IKEA 有买一个一模一样的，然后那时候看到就烧到，就是他第一个是他有副吸管，对，然后第二个是它里面就是可以泡一些像是茶叶啊，或者是可以泡一些切一些柠檬放进去里面，对，就喝柠檬水就好像也不错，对，就是一个水杯。这一周的 vlog 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影片再见，拜拜。